欢迎乡亲收看二月二十三号的新中华新闻，我是林浩，你好。新闻一开始，咱先来到河北，为了会当更加直接了解到店面的需求甲期待，河北店长林根仁举办甲河北店长有约的活动。林根仁表示，民众的心声一般拢是透过店面代表，或者是伫外口拄到店长的时阵，民众才会当当面来表达。但是大部分拢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无得详细甲听。因此，伊决定举办安尼活动，希望用搁较侪时间来听店面的心声。甲河北店长有约，直接向店长提出建言。22号下晡伫河北店的图书馆正式举行。他想说隔壁在看在干嘛？我们讲说，我现在是想个。然后我们隔壁邻居就想过去看一下，这个地方门口都很空旷，因为没人去剪头啊，剪头啊，他说他们这一群，三个工地点的话是咱河北头一栋比较高级的这个豪宅了哈，啊，伊伊的时候伊那个有双拼的，独栋的，哎，地下室，对，啊，我说，但是我意思提起来，那可能是差不多37号呀，起码40几号了，40，林根仁表示，这个活动会是常态，若是有需要的民众，只要上河北店公所网站，就会当来预约。啊，今仔日呢，甲咱啊一挂咱河北店店面呢，啊来啊以证明有诶吼，啊来伫咱和美图书馆遮一家，啊来啊泡茶喝咖啡，啊照照伊啊咱遮啊店面有啥物意见，啊是建议吼，甲阿林来建议讲咱河北未来要安怎规划。啊，是讲有啥物问题提出来啊，建议予阿林呢会了解，啊，且今仔日呢啊邀请几位啊来甲阿林呢啊坐下来好好的啊来开讲啦吼，啊，这的伫咱啊河北网站内底啊会登记吼，啊，今仔日是头一届，啊，咱过来呢每两礼拜会来办一届吼，啊，这呢就是因为啊阿林呢定定啊。出去咧走摊的时阵，啊，看到店面咧，啊，有一挂啊声音，啊是建议吼，啊，伊个问题，啊是讲咱公所公务人员的啊服务品质，啊要来建言，啊，所以今仔日呢，啊，就是要来甲咱民众亲入民众吼，啊来甲咱民众好啊啊开讲吼，咱无一定吼，不要基于吼这个太拘束啦吼，咱以开讲的方式，啊是讲你有任何啊需要公所来协助的。拢会用啊来甲阿林来交代，啊希望咱若阵有兴趣的人，咱来河北的公所网站来报名。咱因为场所的关系哦，啊所以咱啊一届呢啊拢差不多啊4至5位的民众来安尼样，啊希望你提出咱啊对河北啊有啊意义的建言，和阿林呢啊来了解。林根仁也强调，这个活动是直接听取民众的需求，偏偏因为团委讲到老高气，无法度满足民众的需求。毕竟台湾是民主法治社会，只要是合法的状况，公务机关拢必须爱听取民众的意见，和合并定更加美好。新中华新闻李明宏合并采访报道。